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八分电影。今天给大家安利一部男女主颜值都超高的电影《花销道中》。故事发生在江户时代末年天宝八年的吉原，女主朝雾是一个流连辗转各色男人，皮肤上因温度升高就会开心，但是心中毫无希望的妓女，因为原来的妓院被火烧了，所以搬到了新的地方，开始了新的故事。女主在妓院里有个认的妹妹巴金，巴金告诉女主她喜欢的那个男人对她的承诺，但是女主却告诉她男人的话都不可信，而她自己迄今为止还没有对男人动过心。一次，巴金拖着女主去看夜明珠店的时候，两人被人群冲散，女主更是被撞倒在地，但是很快就被男主半次郎抱起，还帮她去找掉落的另一只鞋子。女主甜甜地笑着道谢，两人的交流中发现，原来鞋子的花样就是男主染的，没想到却被女主穿在了脚上。男主还为她清理了手上的伤口，女主对男主的温柔动了心，回来后依旧恋恋不忘，就连簪子掉了也没有察觉。女主凌晨的时候偷偷去找自己的簪子，偶遇男主，男主答应帮她修补断掉一足的簪子，相约三天后的相同时间来拿簪子。之后巴金遭爱人背叛，女主心下感慨，想起自己的母亲也是一个在寒夜被人抛弃，巴金和老板起了冲突，在夜晚找女主诉苦。此时正好是约定的日子，女主因为陪伴伤心的巴金而误了时间，来的时候男主已经走了。回去的路上，女主看见了男主，本来想要打招呼，却看见男主跟一个女子挽着手走了，女主心灰意冷。当晚巴金的爱人来找茬，被女主的气势所吓退，而女主也借此骂人的机会说出了自己的心声。女主去看认的姐姐物理的时候遇见了男主，可是她却不得不在男主的面前服侍别的男人，她的视线一刻不离男主，被眼尖的客人发现，客人故意为难，在男主面前猥亵蹂躏女主，男主起身却被阻止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，直到女主最后意识模糊地晕了过去。醒来后听巴金说起男主，说自己有了喜欢的女人，女主独自一人又来到了跟男主约定过的地方，在那里见到了男主，说明了自己的身份，言语伤人地说，如果他想上他的话可以去妓院买他，男主只是将簪子交给了他。女主口是心非地赶走了他，之后又挽留了他。男主在雪中回身抱住了哭泣的女主，欢好之后，女主说起了自己童年被虐待和成为妓女的遭遇，以及自己想要成为花魁游街的想法。女主对生活又重新有了信心，甚至跟巴金说起了男主对她的承诺。另一边，男主面临选择，要么生意黄掉，要么跟客人介绍的人结婚。女主听客人说起男主即将成亲，而客人也表示想为他赎身。两人再次见面，男主承诺自己不会成亲，也不会让女主被他人带走，而且所认的姐姐物理就是男主的亲姐姐。男主和客人对峙，套出客人的话，物理并不是痨病而死，而是被赶出去后惨死在了路边。客人想要赎女主出去，也是希望她来伺候自己的商业伙伴。女主想要抢夺自己的卖身契，被客人抓住，男主杀死了客人后独自逃亡了，后被通缉。女主又来到跟男主之前相约的地方，男主让人送字条给她，相约晚上再见。女主如期而至，男主为她带来了花魁游街的道具和服装，亲自帮她穿戴完毕。女主为男主表演了游街，结尾是两人被发现，男主被抓走，女主被监禁了20多天，直到老板带来男主的信和他被斩首的消息，最后女主跳河自尽。命运常常捉弄人，想要维系一份真挚的感情显得尤为不易，希望天下的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